大家好，我是九龙豪宅 Kevin Go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有一村康豪苑一个排屋的单位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。康豪苑就是在有一村高怀路和玉兰路的交界，这个屋苑只是提供十间的排屋。今次为大家看这一间双数豪屋，实用面积是1759尺。入到间屋，除了见到个鞋柜之外，楼梯底当然是一个储物的地方。现在我们见到呢，就是单位的客厅部分，落地玻璃窗的设计，再加上这个私隐度极高的平台花园。客厅面积相当阔落，单位呢就是采用半层楼梯上的，咁所以呢，依家我哋望到就係单位嘅厨房，厨房面积相当阔落。厨房隔篱就係属于单位嘅工人房，工人呢就有佢自己休息嘅地方，同埋有独立洗手间。厨房行出嚟，上多几级楼梯就係单位嘅饭厅。见到安装了这一盏咁靓嘅天花灯，就知道可以摆到一张大型餐台啦。饭厅隔篱就系有一个洗手间，上多几级楼梯就开始到单位嘅睡房区。单位系属于三房三套嘅间隔。第一间套房就系望翻附近嘅楼景。浴室有窗，采用企缸的设计。第二间套房的面积呢都相当不错，除了是订造了一些入场衣柜之外，装饰柜呢都不少得。这一间睡房的景观呢就是望翻玉兰路一带的远景。浴室面积比例平均，冲凉的位置是用浴缸。上多几级楼梯就到第三间套房，这一间套房呢同样是做了大量的入场衣柜。冲凉的位置是用企缸，三间套房的浴室都是有窗。上多几级楼梯呢就到单位的天台，天台都是分开两部分，这一边的天台就可以当作开 party 咁用。再行多几级楼梯就到另外一个天台，洗衣干衣机都是摆在这一边，明显这一个用来做晒浪区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，多谢大家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就记得赞好分享和订阅我频道，下条片见，拜拜。